哦，还要好快。好，来看看，我们拿到了是下路。啊，对面出现了一个卡密尔，哎，我们的阵容，我很怕，我选了寇格摩之后，他会选露露，我还是玩老鼠吧。What doesn't kill you just isn't finished yet.出发喽！哦，卡密尔辅助。好，对面这一塔呢是卡密尔辅助攀升上路，辛朵拉中路的样子。然后当你搭配索拉卡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像我刚刚这样子哦，走上去给他换个血，之后我们就回到索拉卡的怀抱补血。好，索拉卡把我给补满了，游戏正式开始了，寇格摩，来一场激烈的会战吧。哎呦，别走啊，朋友，卖照卖照，卖卖卖卖，哎呦，不可能啊，我有红霸呢，老鼠的脚比较短吗？为啥我拿红霸黏住他，他还能走？太恐怖了吧！红霸该不会改不反数了吧？什么时候偷改的？坐他！老的地方，新的邂逅。OK， 比数来到8-6，各位观众，人人起来喽！老鼠正在大杀特杀 ，very very good 啊，何止是 good， 不管你到，不管你逃到天涯海角，我都会追到你。我就是一个大傻瓜。我要去找那个 AD 啦 ，AD 在哪里？哎，看到他，看到他了，我来喽！好，在这里就要隐形了，以防哦，他在旁边放了一个眼哦。我们这个时候，这个操作是非常重要的，你一定要右键，然后点在他的头上啊，这样他就会死了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把眼睛给放好，看看哦，他到底是走哪一条路出来的，要在他这个上班的路上埋伏了，假装巧遇。那我要绕进去了，哎，我是被发现了，没事，我被发现了，你也走不了。你嘞？他们自己玩起来了。哇！你们不要跟我抢 ，AD 死了。GG 斯密达。